On Tuesday, June 25th, 2019, at the New Land Ashram in Taiwan, also known as Formosa, our beloved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met with the former Vice President of Taiwan, Formosa, Her Excellency Liu Shou-Lien, and guests. We now invite you to listen to part three of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Vegan, meets the former Vice President of Taiwan, Formosa, Her Excellency Liu Shou-Lien, vegetarian and distinguished guest, on June 25th, 2019, at New Land Ashram, Taiwan, Formosa.因为佛教是从印度发源的，可是呢，你看印度人哈，并没有那么信佛教，印度的宗教一大堆，为什么宗教不能统一？所以我们才在我们电视什么宗教都放出来给大家参考，就是全世界那么多宗教，宗教的最主要的教义都是爱啦、和平啊，而且不可比。那为什么要那么多宗教？而且互相冲突。OK，我跟你说，本来没有佛教，释迦牟尼佛是叫佛嘛，他往生以后，那些相信他的人啊，就继续弘法一些，那个跟释迦牟尼佛学的人也没有弄出来一个佛教了，就后来，而且比较更折意，没有直接跟释迦牟尼佛学，也没有跟他印行了，就相信他了，我变成一个佛教这样子，耶稣走了以后，就变耶稣教，然后穆罕默德 prophet和平跟着他，走了以后就变成穆罕默德教了，Krishna呢也是一位名士啊，他往生以后就变成印度教了，比方说这样，印度是真正的一个宗教开化的国家，对，所以很多名士来来去去，即使释迦牟尼佛也在那边，耶稣也在那边随礼证实，反正印度是在那边就是保管那个宗教的气氛。 所以很多名士来，比方说喜格教，名士走了以后就变成喜格教，本来没有一个喜格教，然后又 Krishna 来，然后又变成 Krishna follower， 信仰者都是这样啊，所以才那么多宗教，为什么很多呢？因为很多名士来来去去，搞不好我走了以后就变成净海教呢，他们都是。 很早以前，我刚来的时候，他们就劝师傅说：“你成立一个宗教了，你当一个教主的话，就没有人能惹到你。”我说：“不要了，宗教已经太多了，争来争去，多搞一个宗教起来更复杂嘛。”说：“我不要，我不能再给人类都再多一分，都在分离的，再什么都争久了，是，所以我没弄啊。” 然后很多名士来嘛，然后名士要去来去，所以才变很多那么宗教。宗教本来不是名士搞出来的，就是后来的人了，不是他的徒弟，也不是他的徒弟弄的，后来的人没有开悟的，就跟着那个外表的那个形象了，很多很可笑的，我这里不敢讲，不敢讲。然后大家都跟着那个传统啊。 看他们怎么弄，就来就拜拜这样子。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人家尊重他嘛，连国王也来在他的地下拜下来拜他的脚下面，那传统嘛。那名士他们那边很尊重，印度他们很尊重名士，他都叫他那个大王那些世界大王。不过有时候那种名称啊，就给名士很多麻烦。 因为政治人物啊，国王那些他怕那个，也许这个人要上来当王，要抢我的位置，所以就是一次把那个名士啊，很残忍的那个虐待或是杀了。耶稣也是这样啊，被人家称成犹太的冥王，就所以才他还没生出来，已经被那个时候的国王给退杀了，因为他听说了，听那个议员的说，那个。
他才终于从他当初要修行的时候，他也他什么苦都受过，为了那个，然后就更坚强。所以一个人要成功，没有那么容易。如果不考验我们，你不知道我们坚强到哪里。不知道我们真正的那个理想，真的是吗？真的有这个理想吗？前一句话。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这句。对，他说破坏我们的人啊，就是要考验我们，也就是要帮助我们的。加持我们的这句话。让你知道你自己真正的是有这种理想吗？不是为了名啊利啊，为了这个简单生活才能啊，这么苦，那么被障碍呢，我都还是坚持。别是说真的诚心要做这个事情。 才有价值啊！来，我们来接。真的，如果太容易就没价值。这句话一定要包回去。这句话这应该打包。开始是。你看任何比赛都这样啊。嗯。没有对方的话，那你比你一个人怎么比啊？哎呀，你一次跑了，慢慢跑也可以到底呀。如果一个东西我们不喜欢。 就送给人家那个不算有价值，东西我们很喜欢，不过因为别人啊，就给他了，嗯，同样，珍贵，感恩一样，那个坚持的那保护自己的理想啊，嗯，不管什么障碍啊，才是真正的英雄，对，太容易谁都可以做，何必轮到你呢啊，大捕虾。 经典的一句话，哎，何必轮到他？那么容易，我就可以出错了。我是最喜欢容易的，我懒得奋斗呢。但是要您这种人嘛，嗯，带领台湾，还是那么坚强，对，为了理想嘛，对，为了要事后国家跟保护人民，对，坚强啊，不然的话。 他又退休不容易吗？对对，早就退了是吗？对，负责任，对啊，要责任，嗯，我很佩服他。哎呦，不敢，我也很，好，要继续拥护他，继续拥护他啊，保护他，是是，照顾他，让他坚强，身体好，精神，对，才能够继续做。 才能够继续做大师傅的加持，我能做什么做什么，我也祝福你们那个，谢谢。I wish you the best， 成功这样子啊，我只能这样子做，因为我责任不一样，使命不一样，嗯，使命就是为台湾嘛，谢谢。 我使命为了徒弟了，师父选择台湾，做你的第二故乡，就是我们台湾的光荣。命是这样吧，嗯，那这他变成这样了，那安排就变成我在这里。那么多国家为什么不去？就来台湾，然后在这边也出家，然后这个有一些好的台湾人啊，那个时候我。 我没有什么，我是没什么人啊，钱也没有，哦，大家就很照顾了，所以这个结那个善缘嘛，啊，就继续下去了。现在在你身边都是最好的台湾人。嗯，还有很多。你们都是最好的台湾人。当然了，真的非常难得师父。 这么慈悲，这么亲切，这么幽默。不会啦，平常是这样，那您不晓得。就偶尔才来，所以不晓得。我们平常是这样，就是当然不会吃那么多。多少人要见你都见不到，而且我们这么多时间了。是啊，师父，今天我最大的收获，一生最大的收获就今天能够见上师父，真的好，太谦卑了，太谦卑了。 以后就可以讲说，我有见到，对，他们都好几千人都来啊，常常星期六、星期天都好几千人，就是要近距离的讲。有啦，我常常跟他们吃饭了。真的，今天前这个礼拜前另外一对啊，我这个礼拜跟谁吃饭？越南人的族，前面呢，越南以前表演人员啊。 就每个星期我就跟他们吃饭了，就因为地方小嘛，不能通通都吃，大家都吃普通的。然后比方说，这个星期我跟越南总越南来吃饭，然后前面那个我跟那些跟表演的那个工表演者吃饭，啊，前面那。
前那一天就跟工作人员吃饭。 有时候来就跟厨房人员而已吃饭。 看他们轮到哪一边就我有空嘛。 有时候我带文件到厨房这边，一边工作一边跟他们吃饭。 都没有什么那么难的。 他们是徒弟了，因为他们遥远来嘛。 有时候跟大陆的老人吃饭。 都有了，问题是你没有空嘛，什么时候有空？是，问题是你没有空。平常没有空，不过还是破功跟他们吃饭啊，聊天啊，然后跟他们讲经开示啊，都有了。不过你一句话呢，为什么我每一次有听到那个佛教那个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声音，为什么就会流泪？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啊，对，眼泪感动嘛，感动。有时候我们如果心单纯的话， 佛菩萨圣人名字都随时都加持整个世界的，每个人都加持，没有一个人他分别说你坏我不加持，你好我才加持，不是不是，就是我们好的话，我们心比较单纯，那个力量就比较好接受。比如说你身体很好，你才能够吃那么多了，是，有色人病啊，这些不能碰到呢，吃的话，这些病吃不下嘛，嘿嘿。 比方说，我这样请客哈，你健康你才能够消化得良啊，继续吃没关系。对对对，有一些人如果你生病的话，今天不管我读多少，你不能碰啊。嗯，是。了解，同样，你心单纯的话，你会接受那个佛菩萨加持力，所以在那个灵魂才掉泪出来，不是头脑了。头脑不会懂的，灵魂了。会感动，会被惊喜了。 所以眼泪掉下来，灵魂感动。可是比较大有佛性，这是单纯性，就是这样。哦，说，有时候就是听到以后他们在诵经嘛，然后就是哭的实在是不得了。哦，这样子，说不能哭，不能哭。不会啦，要哭就哭，就是哭，继续哭，哭更多，哭更大声一点。哪里不能哭？谁说？ 想笑也可以笑。哎呀，我们国家就有的，我们家人的也是这样子啊。有时候我讲经，他们在那边哭啊，碰到我就哭啊。我认为他们懊恼，结果没有，高兴就哭了。高兴也哭，懊恼也哭，来看到也哭，走了就懊恼也哭，听经也哭。 看到我就哭，有时候我去外面抱抱哭，树在那边哭，不好意思去外面跟树哭。内在有受到感应嘛，我们头脑不懂，灵魂会受到感应，就自然哭出来，哭成好，比如说洗业障了，啊。 大叔觉得越自然就越好，自然就OK嘛，这边男孩子也哭了要死啊，你不知道啊，常常有一些是太极拳的老师啊，有些是功夫的很强壮，来这边哭了要死啊，哎呀，通通都哭。大叔的声音就哭了啊，不是看到人就哭了，还没讲话，看到佛了，哎呀，他们的是不是。 有一些是将军什么的，不是说像我们女孩子那么弱小啊，也哭啊，社会说男孩子不能哭，我说没关系，这边要哭多少都没关系。看到亲人吧，哎呀，好像好久不见了，是啊，这样子了，几百年不见了。啊，你哇，赶快，大菩萨，大菩萨。 现在因果报应啊，上面有利息，你送给我的，不敢，都是给贵宾的，都是大的啊，还有利息的，哇，太幸运了，你回去慢慢看，不敢，不敢，不会啊，没事，不是啦，都是小事情，都是台湾，我知道，都是国产嘛，来帮忙他，谢谢。
一个烧烤吗？不用，那我这么多，呀，几块钱吧，一个吧，行，卖回去，不吃的话当纪念，好吗？谢谢，都是你开始的， you started it, you give me something. 没有，谢谢，谢谢，谢谢，偶尔来嘛，带一些，蛮贵的，谢谢，来妈妈家，我想送你，no no no, 钱是吗？ Oh no no, 这个我们这边是正常 no no, 从来没有，我不行，钱是不行，从来不行，你问他们，我不是开玩笑，哎，送给钱哦，你跟他们说。 连他们也不能收，no no no， 这边不可能，就是因为副总统他送给我的茶的，我不好意思不收而已。哎呦，不对，连那个也不能送了，任何都不能送了，送就变习惯了，然后一直收，然后变成礼物。那礼物也不行啊，那我们也不能收啊。不能是啊，因为已经给了。你看我们都收那么多，这饼干糖果而已。哎呦，收太多了。因为我也有收您的东西，所以您不能不收我东西，这样就可以了，不过钱。 完全不行，你看师傅，你这个就要教我们政治人物啊，要学你这个样子，这个小的，这样政治人物才不会贪污啊。啊，对呀，这个要看，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的那个哲学是这样啊，因为我是老师嘛，然后他们很喜欢嘛，崇拜也说，所以要什么都可以的，所以不能这样收，然后。 他们有时候家里没有钱了，因为很疼爱师傅啊，什么都拿出来供养。我也不知道谁有钱，谁没钱，所以全部不收就不会变成习惯了。我工作人员全部都没人要收任何东西啊。如果他们要供养师傅，我就叫他拿出去供养那个寺庙哈，供养需要的人哈，哎，这个送给那些需要的人，我自己赚钱够用，我可以，我也独一。 我也贡献给世界，你没看电视知道啊？嗯，天天都有师傅会让人家这么尊敬。哦，是，因为如果当名师，然后要什么都有的话，就会变习惯了。然后怎么造福济经年呢？我可以设计衣服啊，偷那个上帝的，佛菩萨保佑，我有一点才华嘛。 哎呀，用这个赚钱，啊，用不完还贡献给世界呢。艺术家，哪里？他画画，他设计，师傅的画是非常厉害，哪里还拿来？他每年在圆山饭店展览，在配啊，嗯，因为当名师啊，人喜欢了，有时候他自己家没有钱，然后也是想贡献出来，是是是，啊，都会变成他们最少东西啊。 但是自己每个人要照顾自己家庭，我已经很高兴了。不是啦，外面的人他们赚钱很痛苦啊，我自己也要赚了，照顾自己才能够照顾别人，意思是这样啊。如果知道，谢谢，反应师傅，我比较有福报，能够赚钱。不过我谢谢你的那个诚心了 ，really thank you very much。谢谢，谢谢，感恩，感恩，自己要。 送给需要的人，哈，我还好 ，Thank you so much， 我真的很感恩，感激不尽 ，OK， 这边我们不收任何徒弟，也不能供养，何况你是什么人，供我的养，徒弟也不能供养，何况他是谁呀、啊？我不认识，开玩笑，他是好人，知道，看就知道了，很善良，就是。 我们这位贵女士这样，师傅不收任何供养，我只能帮助人，我不能收。哎呀，当师傅要强壮啊，<笑>是啊，嗯，你哭什么？又来了，<笑>你那个专业的那个，<笑>他是专门哭的吧？<笑><笑>哎呀，他很善良的人，我喜欢你这种人啊，<笑> 那、啊、希望啊，太好了，常来哈、啊，哎，跟副总统一起来，在吃饭，我们乱聊天啊。师傅，你一定要到地法院，啊，你要到地法院去跟。你也哭了，为什么？哎呦。
我害大家哭这样啊，来，我要到那边去，他会问我是谁。哎，我不是不想去，就是我比较小人物嘛，就宗教人物而已啊，不认识任何人。我有很多小孩，嗯，好啊，你如果要我去，我会去的了。给你进总统，给你一个脸呐、啊。哎，应该进总统府啊。哎呦，那我们的，哎呀，全国当官的人啊。哎、好吧，好吧，你要我去，我就会去的。嗯，事实上，哎，因为我都不认识人，就。那个副总统他很谦卑，他才跑过来的。上一次在电视上讲而已啊，就是本人要再来。哎呀，难得啊，真的是菩萨在世啊，你们多拥护他啊。如果你需要什么，我们能帮的忙我们就帮 ，OK？ 嗯嗯。我们做什么都变习惯了。嗯，要净脸干净的话，从头就开始了，不然。今天没什么，拿一点点的，明天要多一点点，后天要多一点点，就变习惯了。然后自己不靠自己，又太舒服了，太容易拿到东西，就不会同情啊贫穷的人，我不会同情那些需要的人，受苦一点就对我们很好了，没什么事了。还有最重要就是我们自己智慧才能够决定事情，是不是去拜什么地方或是什么名士跟我们说才行了，我们自己要发达自己了、那只是最安全最保险的。比方说释迦牟尼佛他也有几个国王当徒弟嘛，哎，不过那些国王也跟他修行了、治国比较好。对吗？修身不是说我们吃素而已，或是净莲而已啦。修身是真正的修那边的。对。那个很小人修。所以整个世界都不怎么样。非常感谢师父今天花那么多时间给我们。没事没事，我很荣幸。是给我们很好的一餐，最难得从你的谈话让我们真的很感动。为什么我哭了、因为我想到有很多的政治人物他们太贪婪了、是 yeah, they're too corruptive and too greedy. They always abuse the power. 情况造成、yeah. 情况造成也是无名造成、yeah. I wish more politicians would learn some wisdom and mercy from Buddhism、from Buddha. 很难啊 Supreme Master. Thank you.很难，对他们比较难，因为情况造成，还有修行比较少。对，哎，选那条路，对，那些比较困难的路。所以说要鼓励更多有权有势的人，是要来多做宗教的事，尽量的。不过如果他们来，我们才能讲几句啊。我不能去敲门说，嘿，你知道我是谁吗？出来听我讲话。也不能这样嘛、有机会的话当然我会尽量可以感动更多的有权有势的。谢你来看、Remarkable viewers, we appreciate your presence today for Words of Wisdom.